成龙，一颗红透香港、亚洲以至全世界的巨星，为我们带来无比的欢乐、灿烂的光辉。不过，在这一切欢乐和光辉的背后，这位陪伴着我们成长的巨星，他本身的成长故事，我们又知道多少呢？由始至终，我一成都觉得我是爸爸的独生仔嚟嘅，慢慢就系暴露出嚟。一阵间又多两个家姐嘅，一阵间又好似又有两个哥哥嘅，但系从来佢哋唔同我提嘅。我一直都知道爸爸有时翻中国大陆啊，问公司攞啲钱上去啊，我都唔问呢啲嘢嘅。第一日我收到封信，系亲爱的爸爸，陈志平先生，我爸爸边个嚟噶？啲相入边嗰啲人。哎呀，问咁多做咩？咁咪走咗去咯。我觉得老人家唔讲，我咪唔问咯。可能以前你知，以前好多都系有四个老婆啊，三个老婆啊，咁冇所谓啦。系到最近先话，因为我姓房，咁啊，因为又想知我系唔系啊姓房。咁我翻嚟澳洲问我爸，我阿爸我系咪姓房？咪坐喺度咯，佢坐喺度，我坐喺度。喂，我爸，我问你一件事，我系咪姓房噶？佢话：哎，问咁多做咩？你个古仔有排都讲唔完，慢慢讲俾你听。我先 interesting 喎，点解咁咧？最近翻香港，我啱啱车去翻公司啦。喂，嗰个时间我讲啲嘢俾你听啊。我年纪大啦，话可能瞓瞓觉就去咗噶啦，冇就冇噶啦。如果唔系，你嘅身世都好模糊啊。我爸爸山东人。我是在山东是1915年出世，那个山东地方很苦的，搞水我就到安徽，那么又到这个芜湖南宁这个地方来了。因为我在南宁长到15岁，上小学，上什么学？我小学都没毕业，不念书捣蛋，我父亲讲你太坏了，要给你找一个给你学徒弟去。后来我爸爸生到上海一个朋友，那我干什么呢？织布，因为我最厉害的了，聪明，我以后在里面就是大徒弟了，把大事情。到20岁我就没事，我就回到南京去了嘛。山东人是大伯伯，没人做这些功夫。我爸爸从小就在山东都教我了。小红拳是白派啦，那是跟那个张师傅在上海学的，16岁开始，啊，16岁开始去学到19岁，3年，每个人学3年的。当时呢，就那个周叔和师母教的多。他的孩子是他就那么大，他那个孩子简直包了一块的就是铁，也不是铁，就是一种紫铜的，好软的，跟走路跟谁跟看你给过人你都你进不到给身的，他能力很大是吗？他腿骨着头怎么早上6点就我们就站来排队了，拉马了，每天如此啊。由于成龙的祖父跟日后出任蒋介石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将军是好朋友，于是当成龙父亲20岁来到南京之后，就托顾将军介绍工作，而这份工作给予了曾经习武的成龙父亲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那我从小就会顽强，他说你这样捣蛋没办法了，我跟你他妈送一个人管你，就跟那顾先生做什么做勤务兵，勤务兵啊，勤务兵啊，勤务兵啊，勤务勤务勤务，就系跟贴身的，有枪噶啦嘛，有枪啊，唔系帮佢驮嘅，唔系我自己有枪啊，你自己咁啊保着，冇一个给过啊。他有几个人都是他出去多起码有4个这个勤务兵，
有些住南京那个中华大饭店里边，他住在里边，把枪拿出来偷。这个枪里边我有子弹，我忘了，我都不知道。啊！这我一口，啪一声响，我那时候他妈又怕吧。那个枪在地，那个这快板机的嘛，他那个可以打十几二十发的嘛，一掉在地板，这个转，哎，一会儿炒鱿鱼，炒鱿鱼，炒没有走，没有放，又翻到回家了，不然干什么呢？在我的小朋友结婚，你要在我的闯江湖啦，周围跑了，哎，跑到我一个，找到我这个芜湖有一个三菱公司一个船呢。我这船上有七个人，我是老大，七个呢都是烧饭的啦，做苦工的，都是在船上亲戚的啦。哦，我们做什么呢？那是走私，不是走私，那是很正大光明的。我们有买那个南京有那个马啊，那么那个那边很贵的，我们坐这边买，坐那边买回回来，走南京买银，坐那边给他换南京买银。到那边换马，再问马。但是呢，这个不是走私的，是专柜是关的。那是日本人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就是好像这个，好像我们没给他好像好处啊，他就查我们。他说你们他妈走私啊，你们逮着犯法，就把我们捉去了。七个人全部他妈摆在那班房里去。一共做了三天办法以后呢，第四天呢，他把我们他妈手绑了，手绑了就陪斩。这个日本人一个上尉兵三头花的，拿了一兵那个就日本那个叫什么酒啊，这个我就是沙盖，喝一口下去把那个一个倒了，一扑那个倒上面。我记得腿在前面，这个腿在后面，就倒那么撞，啊，嘎一声，啊，唰，头掉下去。我看着两个头，第三个头看不到了，我眼都妈发黄了。这个头掉地下去了，老你妈塞进去了，这老脚脖子。这三个月塞到里面去了，啊，根本缩着。缩到他没倒吧？那个日本人拿了个锯子，当一打的。只看一个人倒下去，这个脖子撑出来，这个血唰的飘出来了。他不倒了，没有血的吧？一点血都没有了吧？这刀上都有血，其他的没有血的吧？就那么一下去，我们那几个弟兄困了地方，全部都睡倒了。他喝的昏倒，当然就倒下去了。那晚上那几个人的不吃饭那个。人都好像就是好像有病的发烧弄说的弄嘴巴晚上都比较麻烦都别讲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呢，咱九个也是把我们偷去，也是这么样做。一个这个人简直都和人变得妈的黑的就傻掉了。当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野心勃勃的日军高举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帜，全面入侵东南亚国家，而中国就是他们最大的目标。后来通过成龙父亲一个有政治关系的亲戚向日军司令部疏通，终于将成龙父亲和几个伙伴释放，不过七个人入狱，只有五个人活着出来。成龙父亲也不想回去重操故业，唯有再托顾将军帮忙。这次顾将军安排他进情报局做秘密工作。特务啊，顾树藤就是代理的老板，他也是我的老板，你懂不懂啊？那么你找他，他好了，我分派你一个地方给你做。现在我们这个地啊，这个部分是要人，就第一战区长工部啊，长官就是做官的，就是一个就是做地下工作的。国民党来是很腐败的，很多钱这个拿这个钱这个不要啊，
没有人要你买一个油条的嘛，一几要多少万？半斤鸡嘛，因那个这开，这是在这洗着你卖屁股的，这个钱值钱吗？不值钱了。不管是做军队也好了，或者是做工资也好，都要钱花的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整过来，我把你整过来以我来一组人带到上海去了，我要枪交给你，多少枪多少钱交给你们，我要我回去。这时候，成龙父亲已经是一个特务小组长，他带着手下威风凛凛的来到醉生梦死的上海，向总部正式请辞。不过树大招风，成龙父亲也在这里遇到一次神秘的暗杀。那时候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到上海到总部里去，我们去，我四根枪跟着我，第一组里我带38个人都是便衣的，到组里去的时候，哇，上船到哪个船上，我们都是被买票，都是坐头等位置。但是我在上船那一天，就有人暗算我，他说你太威了，太这一枪打，我正好上来上楼梯，再下楼梯的时候，那地方嘣一枪，正好打了腿。我再下一点呢，就打了我上铺了。打病倒，打到病倒，他看看。个鸡蛋好比较吧，朱敏说我这么走嘛，他当时后面说，好比较前面去了，前面去嘛，前面就爆开了，一个好大的，现在就好像手撕了嘛，那个子弹好像里面有那个，好像。